个消息嘛，然后九月多就可以开始买那个电影票了。我们是不是要先预购啊？《灌篮高手》电影票需要预购吗？没预购会看得到吗？我感觉首映是一定要预购。连打七小不会累，累是还好，不过还是该休息还是要休息。因为刚刚小编出去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家要干嘛，没事就继续开。你明说的你自己要开直播，我才出去的。对吧？啊，我没有想到你会这么晚才回来，我以为你看电影哦。我们拷贝了残忍的玩具店。哦，是哦。哦。完了。那阵容是会打的，但应该也没差。会拿这种阵容的，通常都是比较会玩的。我看你要爆开啦！不会啦，是我。K360。遇到最笨的招式的人吗？こいつ！你跳中间啦！干！你是在乱打、啊！絶対カーブ！你用望月侧步的一段去顶啊！就这个直接按投篮键，这个比较好顶。絶対カーブ！大部分都不会跳这一拍，所以你就顶得了，进了吧。リバウンド、桜木。見てやがれ。投不到了。进。你已经顶800多颗球了，我已经有大招可以补扣，一波就可以补扣。啊，我的啊！哦，系统有在帮。哎、欸，你不能帮忙啦！你不要帮啊！又在皮。这周。啊？没有，他那个位置本来就不能帮了，就算先到肉，那也是不能帮的。一点你。面白い。ジー。リバウンド、桜木。桜帮我擦他一下，没有加，没有就算了啊，送他，不然怎么办？哦，骗到了，但这颗不会进，要第二颗了。为什么会白白的？开太久了，结局要烧了。勝負はこうでなくちゃいかん。有了，感觉手机要炸了哎、欸！看来这把开完了，啊，被猫了。喂，是挑篮 ，nice，
好彩！絶対勝つ！こいつ！哎呦，好慢哎！撞停！猜到了，手太短了。主播是不是考虑该用个模拟器？没有，我模拟器不会玩。見てやがれ！擦他，漂亮！我、啊，看，跑不起来啊！我已经知道他要给啦，我又不扣，我不扣，甩出去就好了。勝利を呼ぶ男と呼びなさい。私のことは。オーストジョークいらんぞ。よし。リバウンド。桜木。场场三个大怎么输？リバウンド。桜木。想用能量套来打，不给机会啦！擦他，小矮子。pass pass， 可以结束这个惊喜方法。好的。可以内，可以内，兄弟。Juke。老公，很难吃吗？那也没办法、啊。又让大家 学到这个光阴要怎么跳球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